哦，掉落物了，还有一个，看撞墙那边有没有？好。噔噔噔噔噔，好久没听到逆境的歌了。我以为他换监视的时候会改一下旋律，如果没有，果然是经费的问题。他付的不够多。哎、欸，没体力了。啊，生气。要叫，拜拜。对啦，对啦。好，终于断了。再来就是你的脚啦。我要来完成繁星的遗志啊！哇，繁星的遗志，什么的遗志啊？你的猫咪把刀剑画了一条线。哦，你是画爱心啊？你的猫？可是我的猫在后面，它把一个爱心整个涂黑了。干！猫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啊！可是繁星冲过来就有点。有点瑟瑟的。杀回你一生。杀回你一生。这只面具龙疯了吧。我都忘记会猎上了。哎，萝卜糕不是去打那个、啊？没有啊，他也没有打过的那个啊，你那个。哦。嗯，应该因为下午就只有我们这几群。说明他自己早打完了，没跟我们。哎，也可能呢、欸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 ？What the fuck？ 在本人面前说大话了。没有说到坏话啊，我只说说不定嘛，有大概75%的可能性嘛。哇操，怎么会这么高？哈哈哈！哦，太漂亮了。黏着，灭龙，咋啦？尾巴记得挖啊！对呢，四阶面积龙，只能重尾，好难过。嗯、怎么在这？你被丢包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我好像没有带到补体的、欸，可不可以补那个耐力条啊？我有啊，不要动！有没有人影给我一下？别超出他的人影。怎么给、啊？那个、啊、按道具 ，ESC， 按道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忙很忙。要人影哦，不要给到热影哦。啊？当、哦、做冷饮，哎、欸，热饮，说啊，你们喝冷饮会怎样？我想试试看、欸、他应该没做这么细 吧？因为昨天不是在喝热饮的，昨天不是在那个吗？龙结晶在喝热饮，没怎样。哇，不会怎样、啊？不会怎样？应该要做香一点啊，烫伤或什么的。好，
你在夏天的时候喝热咖啡也不会烫伤，好不好？会好吗？没有，他是怕你的，所以全身会发。快点，我要被揍了！快点！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了。可以撞哎、欸！你拔刀干嘛？你想把我手砍下来是不是？啊！有，关的。这怎么那么爱动？他真是让我丢脸。你让我觉得好丢脸，你小笨头。小世界，你让我好丢脸。要去哪里啦？哇！到底有我？哎呦！好，来！哎，飞！没有飞哦。开大了！不要！我要开大。然后我有点受不了他了。直接放箭。是的。妈的逼！有的跑了。还在 KO 那边滚来滚去，我听到了奇怪的叫声。啊，他自己倒了，靠！你怎么他妈的？还敢他妈的？没人拍台啊！哦，对不起。他是跟你说开台了，骂大声一点啊！那么小声，观众听不到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怎么会有黑色的东西？哎呀！你撞几次都不讲的，是不是？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啊，大龙女啊！可以画爱心的吧？没有那个哦。我自己来。没肉干哦。我慢慢走。我画出来了，耶、yeah ！我慢慢走，你不要打我。我走。老师变啦！哎呀，他们有掉悬崖。该有了吧？两张票没了哦。要几张啊？五张，总共五张。Yes！ 哇，巴西人就变难练了。你不看看我？看一下等级就知道谁最宅了。还不一定啊。哎、欸，好像也是我哎、欸，环境生物也是我都找完、啊。我想说，有可能是有人跑去找环境生物啊！啊靠，好像也是我。我还没有交到十。找最多生物的也是你，等级最高的也是。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我们又每天开台剪片啊。我的。可是我睡觉，讲的我们谁没睡觉一样，看我不用睡啊，我睡的比较多，谁没睡觉啊？睡的比较多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不睡觉，我反而比较压抑，很困哎、欸，他光醒着就很厉害，我是卡比兽是不是？是，你要起来吃东西啊。有啊，嗯，那你吃饱了吗？是不是要躺了？我吃饱了，就是他就是吃饱了才出现啊，不然怎么可能会过来？你吃饱应该要去睡觉了。哦，我觉得我快差不多了，完蛋了。送个卡比寿司底给你好了。好喂，好喂。然后是唢呐有没有？啊！我的妈！
哎，有一件事情，我巴肚疼。其实我今天那个回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上厕所。那个来之后，来，哎，继续讲，继续讲，来，记得啊。就我堂哥那件事情回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上厕所，就睡着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在厕所里睡着吗？没有啊，在床上睡着。哦，太累了。哇，我去笑。难怪。难怪什么没看到我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跟我说十二点要出现陪我们。欸、我十二点，我盯到了快一点哦，就这边都没有人。都没来。都没人。是。欸，那时候还在睡觉。哦，我先去厕所。在我夜班。你要直接敲我们？打那只鱼了。我要去厕所看我自己的台了。好，挂台。我要去厕所挂我的台了，受不了了，都没人来挂，我自己挂。有啦，我有在挂咪。好啦，谢谢你啊。100块。好。我等一下给你。我等一下在你面前帮你吃水，私下交易是吧？我先把你们麦关掉。公然交易，壮大了哈！好啦，我先去厕所，那大概十分钟内回来吧。最近排便比较顺畅。嗯，游戏名、内容、属性。好，厕所完成。
我看一下我。嗨，有了大便回来了。哎、欸，你跨台上面的字真的超丑的，又大又模糊，会不会放啊？塞勒棍，你是要多整齐啦？不是啊，你把你的字刚刚已经快到洞口了，你是要多急？你懂吗？你密钥已经在嘴巴了，可是灭金龙把你扒死那种感觉。你下次先准备一个 PT 数大一点的字哦。我 PT 数大一点、啊、文字设定的那个字体大小大一点哦。不要用拉的啦，用拉的会很丑。没差。有差。难得你会看，好啦。那我不拉大嘛，把它弄小。登录这样，用它超小 bit 有没有？哎呀，大型魔物，打剑！哎呀，错了，你要打什么？票？为什么 HTT 脱离任务？他按错。我在想要怎么又有问号问号问号，看来很不想玩呢。是啊，啊，我还配你的装备。奇鱼，够。Can you？ 巡游。黑魂，你在打什么？黑魂。啊，我没在打、啊。你打不？我这边接到一个四金一铜的灭金任务、欸，哎，两人的。来呀、啊！大家可以跟你去打。你把我放哪里？不是，我没有四人，你有四人的吗？我一大堆啊。那就打你的啊。看，我们就只有三个人，然后、啊、你们打，我先配那个碎龙射手。他有节操啊。啊？他在打大剑啊。不行，他要先打我们打。等一下，我要先配碎龙大剑哦。碎龙大剑。碎龙射手。碎龙射手大剑。碎龙大剑也很帅，没错了。碎龙轻诺，他好像要过来了吧？你们等他。碎平安，波波哦，波波平安。这是不是又绕到一个很奇怪的位置？哇，装备！开撞开撞！哎、欸，碎龙射手是打什么的、啊？特甲、啊，特甲。干！啊，有没有贯通的、啊？贯通的话应该玩重魔吧。一个人讲话，刚没听到。不要甩我嘞！哦，白痴哦，可以直接做这个，我没做。贯通的话要玩共弩比较好吧？我知道啊，就濒临蔷薇啊。没有濒临蔷薇和那个，我是觉得那个驯龙那一把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对，还有驯龙的，江江有说他做驯龙，我还没看哪个比较好了。两把驯龙的攻击力比较低一点点，可是他暴击力是大二十。对啊，那暴击好一点啊。风飘的话是405，驯龙是390，可是驯龙有加20%暴击。驯龙，好啊，而且驯龙都是狙击龙弹，打那个软化打一发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哒那么久。原来好处也有，这个也有是好处的。当然啦、啊，不然你那个那边哒那么久。突然你还没打最后一发的时候就被龙吼下来了，我要去打鱿鱼啦！那个魔物已经 key more by 了，你还在那边哒打鱿鱼，咬鱼，那我等一下要打驯龙的素材，我这里有那个。赤心力战的那个钓鱼，
咬鱼呢？大咬鱼是吗？会带泥巴的咬鱼。哦，打一打还有纠结这样。哇，到底要跑哪去？咬鱼的荣誉。大咬荣誉。大咬鱼，有的大荣誉。酸爽没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那个？酸爽没？哎、欸，不要！哎、欸，冰咒龙之宝，大明后面戳我，没有哦，这僵僵哦，看你！啊，要真蓄力了，请不要打我！真死掉了，突然就死掉了。我想说放个陷阱，后面就有一个人来戳我。哦哟，谁啦？啊靠！哦哟，谁啦？啊，对不起。那就是那只。受惨！我要去泡温泉了，受不了了。挖个尸体都不得安分。哎、欸，哦，这里还可以，那都一般的。去另外一个营地看看。收过来，就过来。喂喂喂喂喂！我要猫车啦！猫车一。耶、yeah, ！死在那个那些我那个那些。小动物身上，哦、好大、啊，好残忍的感觉。猎人之子，咬鱼，好大的鱼，好大一条鱼 ，top of the fish。我已经 stand by 了。那是要去打撞墙呢？天哪！出现了，过他。鱼出现了，好，我找到了，会通知你们。啊，找到啥？冰咬鱼。我在找金色猴子啊。金猴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哦，没有。普通的猴子。哇！怎么那么快就生气了？都没有啊！我回来了。哦，还看得到哇！哎，他头怎么递过来？我就爱喝。他身体是血的、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啊。我一来就看到他弹起来。啊！一来就死了。好险，没有人把我的尾刀打掉。嗯，这只鱼活哪有鱼拿到明代？什么明代？就明代啊，会叫的那个明代吗？哦，鱼，好大的鱼，
好大一条鱼，捕鱼鲨鱼。还想活着离开？还有缺票吗？我还缺吧，要看最后我。就看萝卜糕的运气如何了。我一次两张就结束了。哇，依照你每次的那个都是一张啦。没有，我第一次就是两张啊。哎呦，嚣张了。我身上这中的是中了一个属性，然后你全身都是泥巴。嗯？幸运信农贝塔，那是一张，谢谢啊，还是一张。惨，我觉得第一次有比较幸运一点。你是再打一场、啊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蹲下移动速度啊！